然后就找到很多就是大家推荐消暑的，然后就把它收刮起来。那今天就跟我一起来开箱七款全联必买的隐藏美食 ，Let's go！ 太难吃，你们不要买。7000多则留言呢，超扯。口感我自己没有很喜欢，我觉得它这个是腥耶，就有一点那个哦，千万不要买，因为真的不好吃。阿嬷煮的好吃还是这个好吃？那个不要，跟果冻差不多软。我是嘴唇变很肿的晨晨757，没错，看到这些商品就知道我们要来开箱全联隐藏美食第二弹，福利熊熊福利。要开箱的品项呢，都是非常消暑，超适合夏天的。因为我就是有加入那个全联的那个社团，那我就这样子慢慢搜寻，然后就找到很多就是大家推荐消暑的，然后就把它收刮起来。那今天就跟我一起来开箱七款全联必买的隐藏美食 ，Let's go！ 第一样。庆尚北道韩式节菜头，它就是在那种韩式里面超级热销，而且那时候我去买的时候啊，每一个这种罐装的都是这样一条一条一条，唯独它这么一大条，然后全部都是，吓死！那我就想说，哦，那它应该真的是超级热销，那我们就来开箱吧。这一罐价钱是159块，我先拆，然后我来闻一下它的味道，这个是超香的，哎，它真的好香哦。那我要加，我加两个。哦，这个好像很赞呢，真的很香。荧幕前的你们闻得到吗？来，粉丝先吃。就真的很推，因为有一些韩国的那种腌制白萝卜太脆，我觉得它没有到脆成这样，很硬很难咬，但是它又保有一点那种介于菜脯跟白色的那种腌制萝卜之间，我觉得它非常好吃，而且它的那个韩式的那个香气很够，不是那种有一些好像那种很随便的那种韩式的泡菜。所以你要吃吃看吗？好，你敢吃吗？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，超好吃的。我觉得它比泡菜还好吃哎。如果你没有吃到很屌的泡菜的话，你们就可以买这个来配，因为它里面有浓浓的大蒜味，蒜香味很重，然后辣又不会说超级辣，然后脆度又很够，然后整个很湿润。这个我推，它有5颗星，我也给5颗，这真的好好吃，下饭，推荐。第二个黄金海带丝，看起来超凉爽，今天挑的真的都非常。适合夏天哦，它是严选台塑蔬菜啊，这个价钱是198元，里面长这样，我要闻一下，这个也超香，不一样的香味，但是都微微闻得到一点蒜头香，哇，这看起来真的都很消暑啦，我觉得它的回馈感跟刚刚那个节菜头比略熟一点，因为它的回馈感比较细软，没办法一次吃出那种丰富你嘴巴的感觉，或者我要吃超大口，所以它感觉比较像是佐料。可是刚刚那个节菜头，我觉得它可以直接变主菜，口感我自己没有很喜欢。它整个就是比较有一点那种稠稠的，好像里面加了美乃滋那种感觉。这我不喜欢。海味太重了，我有点不喜欢。我觉得这个很一般哎。综合以上的标准之后，我给它的评分数是4颗星。味道是很香，但是口感我不喜欢。所以如果你们喜欢美乃滋那种有点稠稠感觉的，你们可以试试看。我个人给3颗。你给3颗星。嗯，好。如果你比较对那个海洋的味道很敏感的话，那你应该不会喜欢。可是你喜欢吃海鲜哎？我觉得它这个是腥哎，就有一点那个哦，因为海带的那个本身的腥味很太重了。如果你们有看到想试试看的话，可以去试试看。再来零食就是中祥的雪花饼，中祥又来了。我那时候一看到，然后写中祥，我就觉得可以买，因为中祥就是一个品质保证。这里面感觉外层有一点点那个做那个牛轧糖那种感觉。这一个是65元，我现在吃一口。牛轧糖跟沙琪玛之间的口感黏黏的，但是又不会像牛轧糖那么硬，但是我觉得它有点甜，它算是蛮甜的，所以如果你们是蚂蚁人应该会喜欢。没关系，现在怎么样，好吃吗？你喜欢吗？沙琪玛差不多，对不对？真的很像沙琪玛，好吃吗？你喜欢吗？还可以啊，比沙琪玛甜，
我还好，会吃完会有点口干舌燥，你有觉得吗？没有，好吧，那小朋友应该蛮喜欢的。那这个话我给的分数是3.5颗星，你给几颗星？五颗星吧，3颗星，他比我喜欢，然后3颗星。那我们就准备换下一个，下一个呢也是我殷殷期盼的，因为这个是粉丝推荐的。就是这个星星的461软骨肉，然后它的料理方式有3种，就是你直接隔水加热，或者是电锅加热，或者是微波都可以，所以非常方便，很适合夏天的下酒菜。它这一包是139元，我但它汤有点多哎，这个盘子我不知道装不装得下来，好香。打开就超级香的，里面看起来肉给的算是非常多的，很有诚意。然后我这样子拿，我夹不起来，因为它会直接整个散掉，它真的太绵密了啦，软烂到不行，没滴出来。嗯，好好吃，这个好好吃，真的假的？这个拜托你们不要来买好，这真的很好吃哎。超市的标本，心肉超软，这个我没有在骗哎，这真的超好吃的，而且它的汤汁很香，它那个整个肉啊都已经吸附它的那个酱汁了，然后每一块都超软，我目前这样看起来啊，真的都超软，好香哦！好，要不要吃一块？我们今天有小朋友观摩啦，对，吃一块啊，好吃啊，好吃，阿嬷煮的好吃还是这个好吃？这个比较。等一下你可以教本，你试试看这个，会不会很咸？不会啊。好吃吗？这个很软哦。很软哦。跟果冻差不多软。这个真的是推荐哎，真的是非常谢谢那一位超有爱的粉丝，这样子直接把他的口袋名单告诉我，5颗星，我要给他6颗，非常适合不喜欢料理的人，推荐。那我们就准备开下一个。接下来呢，刚刚吃完了主餐嘛，现在要来吃甜点。这个要拍手，因为这个呢找超久，大家都好吃到怎么样呢？就在那个网络上打说太难吃，你们不要买。7000多则留言哎，超扯，竟然被我买到了。虽然我自己没吃过这种东西啦，但是既然大家说很屌，那就来试试看黑糖凉糕，它超香的。我这样摇一摇，黑糖味已经散出来了。屁啦！我是说真的，这一盒49元，49元，然后有这么多，它用观看的，我觉得看起来就很不错，卖相很好。我没吃过凉糕，所以我不知道凉糕的口感，那我觉得它应该算是做得非常的好，非常绵密，然后又很扎实，所以你可以咬得很满足，就比满足还要再 Q 一点，再 Q 一点，再 Q 一点。好嘞，然后甜甜，口感怎么样？甜甜的，甜甜的，会不会太甜？不会太甜，就不会想要停下来，不会想要停下来，好会用词哦！它会让你一口接一口，因为它真的是超好咀嚼，然后整个充斥在嘴巴，然后黑糖味道很重，超级香。它粉给的很多，推荐，我会给5颗星，我会给5颗。对，所以呢，大家如果哪一天很幸运的经过，然后发现黑糖糕还有，千万不要买，因为真的不好吃。好啦。推荐5颗星，那就下一个咯，就是这个客家花生团子，售价35元，我下来吃吃看。哇，我要先来吃一个，他很贴心，他也没有给你个小叉子，我要先拆开吃原味的。哦，他们都很用心在料理，很 Q。我觉得这个黑糖凉糕有得比耶，就是我觉得他们的那个绵密指数是差不多的。欸，他给的花生粉很多欸，他的花生粉很香，炒过的味道很重，古早味的那种花生味。这个的话呢，我推荐指数4.5颗星好了，你们，你这个，你只要想刚刚来的，
这个啊、哦，因为你觉得它比较绵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花生。你给几颗？你给几颗？五颗啊。哦，你给五颗、哦。那凉糕你给几颗？四啊。四颗。如果你们比较喜欢黑糖感的凉糕，一定超级赞。如果喜欢那种花生粉的，那一定要选这个。我觉得他们的口感都很好。好，那我们就准备开下一个喽。当然就是它啦。这个应该是那时候就蛮红的乐天的一口糕黑巧克力，它总共有两个口味，一个是粉红色盒装的，一个是黑色盒装的。黑色盒装就是黑巧克力，里面有这么多，它这个一盒168哎，里面有1234567891011212345，一个10点多块，嗯，厉害，果然小朋友脑袋很好。好，我们一起吃，一个给你，一口冰哎，感觉很赞哎。哇，里面讲这样，那好好吃啊！你这么小就敏感性牙齿了，它里面这样子一小块的，它的那个雪糕里面的那个香草很绵，看起来就超绵的，很像是那种牛奶感。它的那个脆皮的地方，黑巧克力味，我觉得做得很好，很香，不会说让你有廉价的感觉，有一点苦苦的啦。没有哦，那你很是成熟大人，我可能不是。吃起来我觉得还是有点那种重巧克力苦苦的感觉，但是多了一点高级感，而且它又是这样子一小块，所以有时候你如果真的很想吃冰，但就是又怕吃一整只吃不完，我觉得这个超推荐。嗯，好吃吗？好吃，非常好吃。这个我推荐指数5颗星，你有5颗星。就是如果很喜欢吃脆皮巧克力雪糕的话，可以很方便收，方便携带。啊，不会融化？保温袋。保冰保温袋那种。我觉得这一集真的也没有踩雷，而且超级适合夏天消暑，都很赞。如果现在要我回想前三名，第一名我觉得是那个节菜头。对，它味道太重了。它的味道太重了。士多啤那个我觉得跟节菜头不分上下。然后第三名我应该选它，因为它对我来说就很棒，因为我有时候就很爱吃冰，可是又怕胖。那你呢？前三名，第一名是那个肉，第二名是那个花生，花生那个麻吉哦，没有，第二名是这个，然后第三名是花生，哦，第四名是雪花饼。那大家如果呢下次去前联，你就可以依照成熟大人的喜好跟小朋友的喜好去选择，真的必买，有看到是大家有福气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喜欢我这支影片，可以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也别忘了可以去订阅我的 Instagram、 follow 我的日常生活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